妙时刻，诚心奉献，爱心无限。恭喜刘子明总监完成任务，圆满完成交接，请室友再次给刘总监荣耀的掌声，感恩的掌声。恭喜总监，一定要是由旧任新职，团结鼓舞，永结同心，代代团圆。让陶敬顺总监带领之下，本区毕竟能发光发热，服务绩效再创高峰。向大家致意。他是军察室警察，首席军官。
古庙林稀有，蔡清藏稀有，林龙洲稀有，萧溪稀有，陈金盛稀有，曾阿竹稀有。首先，唐金川稀有率领顾问团团长、副团长向大家致意。朱叶稀有，郭俊志稀有，张林雪稀有，张曼稀有，李志正稀有，张浩然稀有，魏明洲稀有，蔡玉仁稀有，黄宏祖稀有，刘子林稀有，刘美玲稀有，黄成玉稀有。首先，唐金川稀有率领。各位大家好哈，我是300稀土区总监哈，啊非常高兴能够在啊今年担任总监这个职务，而狮子会是在做各项服务，啊我们会秉持着服务社会啊造福人群来完成我们啊这个狮子会的使命，我们以服务第一、势力第一，各种活动啊都会来帮助到我们所需要帮助的人。啊，有需要的地方就会有狮子会的存在，也会有狮友的存在，大家会共同努力来协助我们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狮子会遍布我们台湾，总共有40,000多人，啊，今天我们稀土区也有5,000多人，所以说我们狮子会的狮友啊，在各项各个领域当中都有，都是一个佼佼者的身份，啊，能够来投身做公益，这是我们所能有的荣幸啊，在这里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啊，才能够使狮子会在广大人群中被认可。我们以坚定的心情，以来做各项的服务，来帮助我们啊弱势的团体啊。今天在这里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来加入狮子会，我们一起来做服务，一起来做啊公益啊，让我们社会更加的祥和啊，让我们民众能够到受惠。啊，我们也能够啊，取之于社会，用于社会。我们新年度，我们唐靖川总监，哇哦，他很棒，他为了狮子会非常有理念，他狮子会所有的学习，不管讲师训或者领导训，样样都上，还有到国际去上课，所以他就希望把狮子会真正的精神，狮子会的精神，从1917年开始，我们就说我们服务。我们的创始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就大事，一定要先去服务他人。所以狮子会希望把服务的理念能不断不断的做个善的循环。于引领自成，推行国际狮子主义，发扬狮子精神，遵守国际总会及本区章程及决议，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区之处分。此事宣誓人唐靖川，请宣誓人将手放下。恭喜各位就任新职，师友请坐下，我们来一点掌声的鼓励。宣誓毕，我们今天恭喜刘子明总监卸任，更恭贺喜唐靖川总监上任。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新的时代来临，迎接服务的新纪元开始。再次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一起为台湾的狮友欢呼，为台湾狮友欢唱，为台湾狮友吼出世界和平，吼出正义，吼出友谊。我们狮子会呢，近几年有一个重点的5大志业，其实就是针对于环保、饥饿、视力、儿童癌症，还有糖尿病，是我们从狮子会百年庆之后，目前呢全球狮子会在推行的5个重点。那我们今年总监呢也会秉持了国际总会的目标，以这5个目标呢为最优先的那个社会服务的规划方案。所以说我们总监呢从年度上任，也有鼓励分会啊针对我们这个5大志业呢哦政府的联合推动社会服务。那我们总监呢今年也有想说要配合一个植树计划哦，我们要选定了一个台中市配合一些山林保育协会呢选定一块地来做那种森林树木植栽复育的一个工作，就针对我们这5个项目的，我们会加强重点来培化。我们从分会出发，然后结合我们稀土区的全体的力量，我们区呢站在一个辅导协助的一个角色呢，
从让分会呢哦结合到我们区，让我们私有的服务呢能够展现最大的效益。那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希望呢让世界能够看见我们台湾，然后让台湾的其他人呢了解到我们私有的一个服务。请唐总监鸣钟闭会。国际狮子会300西路区第32、第33届总监交接暨里监事及区务人员宣誓就职典礼，典礼完成，闭会。很高兴我在2022-23年度啊能够来接任财务长。那西路区的那年度的财务长，就是要来选下届的第二副总监的那个职缺。那当然有这个机会来为我们狮子会，我们西路区来扩大服务。当然狮子会的宗旨当然就是服务人群，然后能够造福我们的区域性的那个发展，还有那个狮子会，我们在西渡区，整那个凝聚力能够更强，我们西渡区算是团结和谐的复合区，相信如果有这个机会，能够扩大服务，我希望能够为我们西渡区。能够创造更和谐、更团结的一个互居，这是我想要接扩大服务的最大的心愿。今天我代表市长来特别跟您感谢，代表我们市政府特别来跟您和您的团队来感谢。我们也相信，在新的总监唐总监的带领之下，我们300 C2 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对不对？
第一副总监及夫人，以及说行政团队，大家举杯。